女团 Brown Eyes Girl 成员家人常以性感姿态出 solo 专辑。先前透过个人 Instagram 上传几张新专辑的照片，预告粉丝们她要回归啦。在公开的预告片中，家人展现出不同于以往性感的魅力。MV 也游走在尺度边缘，许多带有性暗示的动作引发粉丝遐想，甚至还被电视台列为禁止播出名单。而在主打歌 MV 的后半段，则由泰国当地的裸男模特儿出镜。家人也表示 MV 中的男模特儿都是裸身出镜，在拍摄休息时间他们也都毫不在意，就像原始人一样淡定的走来走去，让家人一度无措到想哭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